是讲有钱通好赚咧，嘿啊，煞钱拢伫来安尼啦，啊，无咱平常时要拄着机会吼，哎，真正嘛足少的安尼啦，真的很少，很少，非常少，就好像几乎是没有啊，对，几乎为零。不然，哎，你有一概念，咱伫迄个高雄偶遇啊，你忘记了吗？有吗？咱去佚佗，我去佚佗，啊，你嘛去佚佗啊？啊，伫个迄个一个迄个海山店啊。哦，我想到了，那个里面有我，你忘记了是吗？我忘记了。不是，我们有偶遇这回事啊，真的。对对对。那偶遇过，迄间就无简单咧吼。迄间就无简单。所以人讲很难得咧，茫茫人海之海，哎，茫茫之中安尼吼，哎，才能够相遇安尼吼，哎，真正是种缘分安尼啦吼。哎，想袂到安尼吼，拢不约而同，结果伫个感情所在，哎，安尼拄着安尼吼，对对。哇，这真的是吼，哎，缘分缘分呐，哎，真正是缘分呐。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上面算缘分安尼吼，蛮知影咧。对啊。来啦吼，真的是很安尼。很特别的那个那个感觉啊，那个你安尼吼，咱来台湾安尼吼，这里啊大，那干嘛做大啦？但是其实吼，咱两个连转世界上，咱其实算蛮小的，一小撮而已。哎，叫做谁啊？那然后，啊来当渡掉啊，那吼，真正哎非常简单的，厉害啊，那吼，这就是一个机缘啊，那吼。对啊，来我等你跟你对话啦。你知我到，你讲，哎，应该是讲，你知我要去对你搞分送的。我觉得，无啦，其实吼，我拢唔知想要跟想要去对啊呢。是拄啊看到讲，哎，你哪里家？系啊。啊，你嘛讲，哎，你哪里家？对啦，真正吼，我也非常的是 D N 安尼啦。对对对。来，谢谢感谢啦吼。来，哎，咱来刚好，你再来恭祝吼，咱来好成交，咱来天上四月，咱来喜福千岁吼。因为这种尊是圣诞天气的大好日子，会使讲安尼非常非常的热闹，安尼啦吼。啊，伫咱的明仔吼，我有咱的 K T V 吼，咱的平安喜要来给咱做演出。啊，伫咱的礼七，跟咱的礼八啦吼。来，咱的礼七，跟咱的礼八。嘿。好在进行哦，好来，好在进行，然后好来，谢谢吼，来咱的礼七跟咱的礼八吼，哎，拢总有咱的平安喜吼，要来给咱做演出，然后吼，所以说讲咱老力不老工，然后，所以而且吼，后尾来祈求咱的好天公吼，咱天上圣庙来祈求咱的七福天水好在进行吼，到四号来保庇然后，保庇咱所有天时，咱的落下种地主然后，拢总会当求财得财，求你得你平安顺遂，风调雨顺，拢总会当来个大赚钱，过来赚大钱安尼然后，啊老师。哎，我啦吼，哎，足无用的安尼啦吼，啊，安尼足无用，足无用，啊，去安尼，安尼，后背你，后背你，三位唔离去，家离着去扛安尼啦吼，哎，这啥扛的安尼啦吼，来啊，啊，即摆嘛唔知是咧甲我讲还是安怎着，哎，要不要了解一下？我知，要不要了解一下咧啦吼，啊，即摆吼，咱来前情安排，咱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《风花雪月》，那赶紧继续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。我给小妹多情玫瑰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也是好听的歌曲啦吼，来多情玫瑰，来送我那两个朋友哦，来，谢谢。Thank you.
是多情的玫瑰哦，多情玫瑰，是多情的玫瑰哦，是，哎，人有情的玫瑰，就较会共插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我这类吼是温柔的啦，温柔，哎，对对，袂共插的，伊袂安尼啦，哎，开水的安尼，哎，水的玫瑰安尼啦，吼，然后咱的亲情安排。